轻松看行情，天天都愉快，酸甜苦辣咸样样吃得香。欢迎大家准时收看2024年8月6号财经麻辣粉，万明哥在天津跟大家问好啊。今天的市场呢，可以说是这个浩劫过后啊，浩劫过后就是要怎么样去救灾，去怎么样去这个重整啊，这个危机还没有完全度过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亚洲股市啊，这个特别是昨天跌的几个比较凶的，今天表现的都比较兴奋一点啊。那这个未来的行情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一会啊跟大家去聊聊，也许从一些这个现象或者从一些新闻中啊，大家可以获得一些这种启示啊，那对大家以后呢会有一些帮助啊。那这几天呢，这个奥运这个已经进入到第二周了嘛，再过几天就结束了啊，下半场了。这个今年最特别的啊，就是那个男子400米的混泳啊，这个项目呢啊，这个过去啊，好，我看那个相关的报道说，1960、1962年吧，这个亚运，这个1960年吧，应该讲1966年啊，这个奥运有这个项目以来，只要美国是参加的话啊，那几乎都是美国拿冠军啊。那其中有一届莫斯科奥运会呢，他没有参加，所以那一届美国没有拿冠军。那其他每一次都拿冠军，那这一次呢啊，居然被中国打破了这个垄断啊。我在想这个结果啊，美国队可能在比赛之前就有预感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前一段时间啊，对于那个什么反兴奋剂啊，对不对？对中国游泳队的这种检测啊，已经到了一种无理取闹的地步了啊。这个万明哥看着也觉得不晓得该怎么讲啊。但是呢，站在美国人角度来讲啊，他认为中国人吃兴奋剂啊，或者吃了一些不该吃的药啊，他觉得很正常。我们这样子讲啊，就是一般人呢、啊，从事一个激烈的运动或者比较耗耐力的、耗体力的这个运动以后啊，不管事前事后啊，都要吃点东西补一补。那中国人呢，可能就是来一个十全大补汤啊，煮个中药啊，要不然呢，就是吃个什么鳖血呀啊，或者吃个什么蛇胆之类的啊，这个比较天然的东西啊，来帮助自己恢复体力啊，或者让自己的血液含氧量更高啊，这样子比较有利于啊从事这个激烈的运动啊。但是美国人他不会这一套啊，他不会这一套的话，他就习惯用化学的东西。那中国人是比较喜欢用啊这个天然的东西，那效果一不一样那就不知道，但是肯定啊化学的效果啊一定是比较即时性啊，这是可以肯定的嘛，这就是中药跟西药的差别啊。万明哥在美国小住过一段时间啊，美国人啊药物泛滥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啊。一般美国人呢、啊、没事，不能说有事没事就吃药了啊，这个两三天吃一次药啊，或者哪边不舒服啊就去开个药啊，或者到药房里面啊去买个药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大家如果去美国的话啊，美国的药房有两种啊，一种叫 drug story 啊 ，drug story 就是卖一些非处方药啊，然后呢，这个店里头呢还卖一些杂货，所以也有人讲 drug story 是杂货店啊，它就是有卖非处方药的杂货店啊，就叫 drug story 啊 ，drug 就是药啊，那名字看起来是药房，事实上是杂货店兼卖啊这个非处方药啊。那个如果是卖处方药的话，那要有医生开处方啊，那就不是用 drug story 啊，那可能就是用那个 farmers 啊，那个就是处方药的药店啊，那种店呢反而不会去卖什么杂货。所以你到美国的超市啊，到美国的类似这种便利店啊，它一定有一个区位，这个区位呢都是卖 drug 非处方药啊。那卖非处方药有哪些呢？那多了啊，那多了，反正这个，但万明哥在美国所看到的情形啊，非处方药中最多的就是练身体的啊，比如各种生长激素啊，各种这种
吃了以后呢，对不对？可以长肌肉的，什么睾丸素啊、睾丸酮啊，类似这种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美国的小孩子啊，个个都长得这个虎背熊腰啊，就是那个东西，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吃得好或肉吃得多，那其次啦，最主要可能都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万明哥在台湾有朋友啊，这个从小就把小孩子送到美国去，他有个小孩子。就练肌肉啊，在我从美国回来，就在我前面秀他的肌肉，我就发觉他那个肌肉不是很正常啊，比如说胳膊特别粗啊，这个不成比例啊，那跟我们这个一般正常人啊，这个肌肉肢体啊，跟身体的这种躯体的这种比例啊，完全不一样啊，那个绝对啊，都是吃药而来的。那什么人吃药呢？就是这个青少年。啊，学校的运动员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药。那个青少年呢、啊，为了，因为美国人很注重体能、体育嘛，还有这种体格嘛，啊，这个为了在这方面呢，对不对？好，能够呢增加自己的信心啊，所以从小吃药练肌肉、练身体啊，搞体育啊，司空见惯，就很正常的事情，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就跟吃饭一样。啊，所以他会觉得，啊，他会觉得我从小就这样吃，你要赢我的话，你应该也跟我一样啊，有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那美国人搞这个东西搞久了，他就可以避开啊那种兴奋剂检验的一些规定，啊，什么时候不能吃那个药，什么时候可以吃那个药，然后什么药最好别碰啊，什么药呢，对不对哈？吃了查不出来啊，这是美国人最会。啊，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检举你啊，这个过度使用兴奋剂啊，就会造成这次奥运啊，中国游泳队所遭遇的那种不公平待遇。所以万明哥看很多视频啊，讲哎呀，美国运动员啊，什么游完泳以后啊，身体皮肤啊那个肤色都出现那个猪肝红啊，那个不正常。那其实那才正常，因为美国人就是这样子干的。啊，你没有去偷东西，你就不会去怀疑人家偷东西嘛。你就是因为一天到晚想做贼，你就怀疑别人也做贼啊。所以对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个人啊实际去观察美国人生活的方法啊。这个事情啊，在国内或者在其他国家，我欧洲我也去过啊，这个日本我也去过啊。那台湾地区都不会有这种情形，韩国也不会有这种情形，只有美国那个地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我去了美国以后，第一个感觉啊，就美国那种文明啊，那种昌盛啊的不可持续性啊。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个国内我一些朋友啊，就是内地啊，台湾现在已经台湾地区啊，现在有些人不会把小孩子啊从小送到美国，那个已经很少了。但内地还有一些人啊总觉得啊，这个国内的生活环境啊，教育方式啊，不如人意啊，那所以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认为国外的环境啊，这个比较开放啊，小孩子比较不会受到约束啊。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把国外想得太好了啊，有一好就有一坏啊，利弊一定相成的啊。这个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不要搞到最后呢，这个。啊，药物泛滥啊！我讲这个话对不对哈？也绝对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我们看嘛，我替大家找了啊，这是美国药物管理局啊，他们自己的药物管制局啊，他们自己做的统计啊，啊，这个2021年啊，美国药物啊，因为药物泛滥啊，因为药物 drug overdose 啊，药物滥用啊，死亡的人数啊，超过了11万。最多最多啊，造成药物泛滥死亡致死的呢，就是芬太尼，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嘛，美国人啊希望中国配合啊，对不对？对于这个芬太尼出口美国的话啊，能够稍微约束一下，这个就是美国人很奇怪的地方，你们自己吃太多，啊，那个芬太尼本来当止痛药的。啊，那这在我们国家就是正常的药物嘛，医生的处方药，结果拿到美国去了，美国人。啊，就造成芬太尼滥用，为什么呢？止痛药最后变成毒品，啊，那为什么会吃芬太尼吃到上瘾呢？人就是参加很多运动啊，一有酸痛，对不对哈？哎，就拿一个芬太尼吃一下，又不痛了，不痛了，明天呢、啊、又是一尾活龙，啊，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
Mason Fermi 是什么？Fermi 就是一种去氧黄麻碱，去氧黄麻碱干嘛？就是兴奋剂嘛。啊，你看每年呢、啊，因为使用去氧黄麻碱啊，这个致死的人数呢也有10000多人，而且这个数字啊都在飙升。啊，这个就是美国人的生活啊，所以他自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也认为别人跟他一样啊。这个是万明哥开始之前啊，把这个题外话拿出来跟大家讲。啊，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因为我看很多视频都在评论这个事情啊，这个不好讲啊，我们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说多说几分话啊，我也不要去指责别人是不是一定啊用药过泛滥，但是我们拿实际的数字，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啊去检视，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看这个问题的逻辑啊，啊就不奇怪了。哎，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这个4年以后又回到洛杉矶。啊，这个举行奥运会，那在美国的地这个主场啊，到美国，在美国的主场，美国还会有很多幺蛾子啊，特别是针对中国啊，我们自己啊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啊，这个免得着了人家的道啊。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条新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美股啊已经跌了，上个礼拜五啊，昨天又跌了啊，这个黑色星期一啊。把美国投资人呢搞得心慌慌意乱乱啊！这个美国的媒体啊，啊，这个昨天晚上啊陆续披露啊，这个 trader bait 啊，就是交易员压住什么呢 ？FED emergence 啊，就是 FED 会采取紧急的 rate cut 紧急降息，因为每一次美国这个联储要降息的话，都是召开议席会议。然后大家决定，但是没有召开会议的时候出现了紧急状况怎么办呢？美联储的主席啊可以开临时的会议，然后讨论啊 emergency rate cut 就是紧急降息啊，这个过去也经常有啊。那现在呢，美国这个市场里面呢，一般的投资机构啊认为到年底之前啊，虽然9月份才有降息，可能只有降1-2次啊，认为可能会降5次，啊到6次，啊，哎没有那么多次会议怎么降呢？那没有关系嘛，因为今年只剩下9月份一次嘛，还有12月份一次2次会议嘛，理论上是可以降2次，但是中间有紧急状况的话，就可以用紧急降息啊 ，emergency 啊 rate cut 啊，那这个情况呢，一般现在市场人士认为呢？大概一年，今年啊到年底之前哦，会降4到6次，平均大概会降5次，啊五次会降多少呢？啊大概呢会降2%，哇那很严重哎，是很严重啊，啊是很严重啊，大家都现在市场都在赌一件事情啊，这个美联储一定啊，对不对哈？不能够忍受啊，市场再有这么样剧烈的修正啊，所以它一定会快速的。这种出手，那快速出手，我们还可以从哪些迹象看啊？这个美国有一个期货啊，这个期货呢，英文简称叫做 SOFB 啊 ，SOFR 啦啊 ，SOFR 是一种期货。这个期货是什么呢？翻成中文就是有担保抵押贷款隔夜拆款利率啊，它的这个变动。那这个有担保的啊，这个贷款啊，一样可以包装成商品，然后呢，在啊这个商品交易所里面呢进行交易啊，这个情形就像是那个美国的按揭贷款啊，这个可以包装成商品啊，然后呢进行交易啊，进行炒作啊，这个一样的道理啊，那他们就发觉啊，这个最新的。SOFR 就是有担保贷款隔夜拆款利率呢，对不对哈？出现了啊快速下滑的这种迹象，那就反映出对不对哈？接下来啊，大家对于整个利率市场的预期呢，会怎么讲？会出现快速的修正啊。那这个原因呢，就必须美联储做出紧急降息的决议，一旦出现。
或者做出紧急降息的决议的话，现在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利率呢是 5.25 到 5.5%、啊、那如果降个2个百分点的话，对不对？那就可能变成 3.5 哦。啊，有没有可能？是会不会太急了？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呢，整个市场的气氛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万明哥的仔细认为，我的观察了啊，就是因为现在货币理论啊，透过啊这个量化宽松啊，或者呢政策利率啊，去这种极端的利率政策呢，去影响市场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的话，那就有两个效果啊。第一个呢，因为做的驾轻就熟啊，所以一旦出来的话，对不对哈？每一这个招呢，都这个恰到好处啊，招招这个正中下怀啊，很快的就可以改变市场的风向。那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大家已经对于啊利率政策麻木了啊，所以利率政策呢，一定要配合什么呢？配合啊，这个货币供给政策啊，就像日本啊，央行升息的同时呢，缩减啊购买有价证券的规模。所以为什么这个日本股市昨天大跌，就是因为日本央行升息，然后呢，把啊这个每一季购买有价证券的规模呢，由3.4万亿日元呢降到3万亿啊，就影响起造这个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啊，所以呢，这个降息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哈？美联储可以做，那美国的财政部呢也可以呢，对不对？透过扩大举债的方式呢，释放流动性啊，那美联储呢也可以呢啊，加强呢，对不对？它购债或者购买其他有价证券商品的这种能力啊，如果呢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再扩充下去的话，对不对？那对美国的影响啊，或者这个市场的这种冲击啊，就会逐渐显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啊，大家对于多空之间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再看下一个新闻啊，这个万明哥昨天讲到了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萨姆规律，萨姆规律的这个理论的啊，这种创建者呢啊，是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啊，叫克劳迪亚萨姆啊。他昨天呢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啊，他就讲，现在美国的经济啊uncomfortable 啊，是什么意思呢？还不是处于那种很不舒服的 comfortable 就舒适嘛 ，uncomfortable 就是不舒适嘛，不舒适的那种衰退啊，这个 recession 就衰退啊。Not in one yet 啊，现在还没有来，但是呢已经快来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联储啊，现在呢必须赶快利用啊，这个整个形势还没有恶化的情况之下呢，赶快调整自己的啊这个利率或者货币政策方向啊。所以呢，这个 Claudia Sam 啊，他特别讲了一句事情啊，现在的情况是 quite a bit， 就是对美联储来讲，现在还有很大的空间，就是还没有出现啊危机之前呢，你就开始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就不会造成美国经济的硬着陆啊。那这个你就知道，这个萨姆的意思就是啊，美联储你应该赶快啊采取比较积极的作为啊。但是你这个所谓的 emergency 啊，这个 rate cut 啊，这个紧急降息这种事情，是不是一种特例啊，或者比较不寻常的方法？当然是不寻常啊，但是呢有利可循啊。为什么呢？这个美国上一任的啊这个美联储啊主席葛林斯潘呢，在任内的时候就干了好多事啊，比如说这个1987年啊美国爆发黑色星期一啊，他那个时候就搞过一次啊，比如说1994年他也弄过一次啊，那最有名的就是1997年啊，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美联储本来升息的啊，这个升息结果呢，就造成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对冲基金啊，叫做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啊，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啊，出现倒闭。哎，这家公司为什么那个时候出现倒闭呢？啊，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呢，它是它的两个重要的负责人啊，
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得主啊，一个叫苏莫吧，好像另外一个叫莫顿啊，两个人呢啊，这个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啊，把他们那一套经济学理论呢啊，这个建立一套模型啊，再加上呢这个量化交易啊，这个透过啊这个程序交易的方式呢。啊，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啊，这个成立以后呢，啊，这个资产呢，啊，明显的快速的这种回升啊，到这个1997年之前呢，啊，整个资产规模呢已经到达了啊这个40多亿美元，哎，你会觉得40多亿美元还好啊？现在美国、这个对冲基金呢、啊，对不对？轻轻松松一个都是100亿美元计啊，那40几亿美金不怎么样啊？哎，这是现在啊。但是你回到1997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规模已经做到美国啊这个对冲基金中里面数一数二的规模了，结果他发生倒闭了，啊，发生倒闭的结果呢，对不对哈？这个葛林斯班呢立即啊就采取了紧急降息方案啊，避免呢这个因为长期资本倒闭的事情呢，对不对哈？波及到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啊，这个就是美联储的做法。啊，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2001、2000年啊，这个网络泡沫危机的时候啊，这个葛林斯班呢、啊、也采取过这个紧急降息的这种方案啊，比如说他在2000年12月议息会议中啊，嗯，这个没有说要降息，但是呢，隔了一个月啊，这个美国股市出现明显的这个不安的情绪的时候呢。啊，这个葛林斯班呢，啊，就这个快刀斩乱麻啊，马上采取这个果断的措施啊。那这个措施呢，在鲍威尔，但万明哥是觉得把那个鲍威尔跟那个葛林斯班两个人的经历啊，啊，这个背景啊比起来的话，还有性格比起来的话啊，这个不好比，你知道吗？因为两个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啊。葛林斯班就是在美国股市中啊翻滚。啊，一辈子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所以他对市场的敏感度啊，还有交易心理啊，掌握得非常精确，啊，所以他可以干美联储主席一口气干了18年吧，啊，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啊。但鲍威尔不一样，鲍威尔就是一个律师啊，啊，他的这个个性呢比较像官僚，啊，这个处理一般的会议啊、演讲啊、公务啊，他可以啊，这个叫他。要这个呼应市场的各种变化、啊、采取这种有效的措施啊，避免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这一点恐怕就不是他所擅长的啊。这个鲍威尔啊是这个长袖善舞、政治老手啊，玩权力很厉害啊，但是呢，玩市场啊，可能跟葛林斯班比起来 啊就有一点。差距了啊，这个是，我还没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上网看看啊，去查一些啊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这种资料啊，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参考。我是认为是有这个条件了、啊，做紧急降息的这种采取紧急降息的措施啊，这个。跟大家问候一下，英姐、董哥中午好哇！董哥今天什么？董哥今天上瑜伽哦，董哥还上瑜伽啊！英姐你好，小丸子的爸丫丫啊，这个晶晶你们好啊，杨子、大红英大家好，自由女生啊，这个晶晶垄断40年，这个垄断40年呢、啊，好像是莫斯科。奥运以后垄断40年，但是莫斯科奥运之前呢、啊，他就已经独霸这个项目了啊。所以有人讲对不对啊？只要他参加的这个项目60几年下来，除了那一届啊，他因为抵制莫斯科奥运啊，所以那一届没有之外，所以届届都是他的啊。那以后就不好讲了啊，以后就不好讲了。以后呢，谁都有啊，这个问鼎啊，400公尺。混泳男子400公尺混泳这个桂冠的这种资格跟能力了啊，这个神话不是不可以被打破的啊，这个大家要相信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呢、啊、下一届还是看咱们中国的这种脸色。哎，你像看那个潘展乐今年才19岁啊，把这个小孩子我觉得太佩服他了，为什么？他讲话有大将之风啊，啊这个性格啊还有心理啊
要足够强壮啊，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君越万明哥今天有讲美国选举的事情吗？美国选举的事情啊，要这段时间比较不好讲啊。为什么？因为哈里斯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哈里斯啊，这个因为拜登的让贤，对不对哈？现在气势很盛，所以呢，这个在美国的民调之中啊，跟特朗普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啊，这个互有胜负啊。但是因为大家对他过去啊比较这个没有做长期的关注啊，他是不是可以维持这个声势啊？那要看这个月中，这个月中啊，就过几天吧，下个礼拜吧啊，下个礼拜五、礼拜六吧，大概。美国民主党大会以后，他正式提名，然后呢，跟特朗普辩论以后呢，啊，那个时候来看民调，大概就准了。因为他现在最新募款，啊，这个成果丰硕啊，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已经募到$2亿多了啊，这个比拜登强很多啊。啊，那当然这个，因为刚刚啊，这个被民主党啊推举为内定的这个候选人啊，因为还没有大会还没通过嘛，内定的啊，所以呢啊这个有这种新鲜感啊，这个还有那个拜登在的时候，很多民主党的这种选民啊，因为拜登表现不佳，受到这个打压啊，那这股气啊憋在心里头，哎，突然换了哈里斯啊，但是哈里斯从政经验啊还有行政能力啊，还有过去的经历。这个不太好啊，不太好，因为你看他经历啊，他其实就是个交际花了啊。那这是就是美国的政治啊，我们也不好多说啊。他这个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啊，因为他本来在美国的国内的政民主党内的口碑就不是很好，所以呢啊，这个美所以曾经有人讲，如果拜登不选的话，找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啊，来顶替拜登，但是呢，拜登做得很过分啦、啊，他自己退选的同时呢，对不对哈？他就把他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给推出来了，啊，这个拜登不选了、啊，等于是自己啊已经牺牲了这个权利，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再推荐这个哈里斯，那当然大家啊，当然就会引导民主党内的。啊，这种风向嘛，啊，本来大家可能看好米歇尔，但是这个拜登都已经讲了要哈里斯啊，那我们对把拜登啊这个劝退，对他总有点不好意思啊，所以呢就比较啊就暂且接受哈里斯吧，就是这个感觉啊，这个就是一种很微妙的啊人际关系的这种处理吧啊，假如拜登那个时候没有讲哈里斯的话，我估计奥巴马的老婆就会出来了。啊，因为奥巴马现在是民主党内的大佬啊，对不对？但是拜登特别好，拜登他有他自己私心啊，我不选没关系啊，但是呢，我找我自己的人来接替我啊，对不对？我将来啊，即使退位以后啊，这个幕后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嘛，是吧？就像奥巴马啊，为什么特别好，在这个离开总统位置以后啊，他在民主党内反而成为大佬。啊，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内的总统拜登是他当总统时的副总统嘛，所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哈？都卖这个奥巴马的面子啊，或者听听奥巴马的意见，这都可以理解的啊。这个人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中外皆然啊。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大家不要小看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讲到美国选举这个。马斯克现在赌很大，在赌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马斯克在去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叫 PAC 啊，就全美这个行动委员会啊，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表面上是说要帮助选民呢啊进行投票的相关登记啊，也就是说有的人不太会登记，没关系啊，你跟我这个 PAC 啊政治行动委员会接触，我协助你。啊，怎么样完成登记，让你到那个时候呢可以去投票啊？理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美国媒体问他啊，这个发现一件事情啊，认为这个 PAC
四个什么？四个 bug 啊 ，bug 大家就是说四个障碍的意思。四个什么 byte 啊？这个 byte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戏法啊，还有呢就是一个 switch 啊，这个不确定的东西啊，跟他所宣传的不一样，他是假借啊，这个协助选民登记之名呢，对不对啊？进行投票登记之名呢，实际上是帮特朗普呢在助选啊，特别把活动的范围呢放在那几个摇摆州啊，什么密西根州啊、宾夕法尼亚州啊、威斯康星州啊、啊这个亚利桑那州啊，积极的替啊特朗普这个拉票，而且呢这个影响力啊，因为马斯克本身啊，第一个他有钱嘛，第二个他本身就是一个网红嘛啊，然后点子又多啊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媒体发觉啊，最近呢特别好，这几个摇摆州啊特别好的人啊，几乎每一个人挨家挨户啊都接受到啊这个 PAC 啊所提供的一些选举信息啊，为什么？你只要求助于他，就给他一些基本资料嘛，哎，他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呢，特别好，然后呢给你呢推出适当的竞选宣传活动，然后呢再进行 AI 大数据分析啊，所以美国媒体的重点是放在啊，特朗这个马斯克用 AI 啊人工智能呢协助啊这个特朗普啊从事大选活动啊，但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马斯克也有啊，但是民主党马斯克有，民主党里面也有很多人也有啊，特别是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啊，很多都是民主党的金主啊。啊，所以呢，这次美国选举啊，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斗人工智能啊。那我们再看看，他另外在赌一个赌什么呢？赌智能驾驶跟人工智能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马斯克呢，最近呢啊，这个对外公开了啊，这个特斯拉的斗酒啊，这个道场啊，这个所谓的 super computer 啊，这个数据中心的情况啊，而且特别强调2024年。第四季的时候呢，啊，就要开始投片，开始流片，啊，找谁呢？找台积电，用三纳米的技术呢，开发啊斗酒，啊这个 super computer 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呢所需要的晶片啊，按照特斯拉现在讲的，第一块晶片呢叫 D1， 啊 D1 结束以后呢叫 D2， 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摆脱对英伟达啊这个高性能啊这个计算芯片 GPU 的这种依赖啊，我要花那么多钱啊，因为马斯克现在啊投资到斗酒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规模啊，大概已经用了$40亿了啊，因为英伟达的 GPU 太贵了，那肥水不落外人田嘛，所以呢他自己呢要依据斗酒的啊这种需求呢开发自己的芯片啊，来取代这个英伟达啊，跟英伟达呢来做抗衡啊。那这个马斯克特别强调啊，将来这个大数据中心呢，第一个就是要从事自动驾驶这个训练的工作，第二个呢，对不对哈，就是要从事人形机器人的啊这种开发啊，人形机器人里面也要运用到许多人工智能的数据啊，还有这种训练的这种功能等等的啦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他现在的重点啊。所以你现在看特斯拉，大家不要去太执着于啊特斯拉每一季卖多少部车子，我估计啊马斯克已经知道，他再怎么卖啊，卖不过中国的这种车企啊，卖不过吉利，卖不过这种比亚迪啊，所以他将来肯定不是跟他比卖车子啊，他要跟他比什么呢？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啊，还要跟他去比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这个是马斯克啊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啊。那我们看啊，这个马斯克呢，特别好，他自己呢。也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呢推出了啊这个所谓他的数据中心叫做 Giga Texas 啊，就是超级德州，或者呢叫做这个叫做什么阿卡 Arca Cortex
啊，这是马斯克对他自己啊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的期许啊。那接下来呢，看了美国的人工智能还有自动驾驶啊，昨天就这两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啊，华为的啊 ADAS 3.0 自动驾驶性能啊正式上路啊。那第一个搭载这个系统的啊车子呢，是长安福特底下的阿维塔啊，因为阿维塔自己公布的啊。那这个东西呢，外面哥看了一下子啊，因为余承东讲过好多次啊，我们看啊，今年七月的时候啊，他在那个问界啊一个新车发表会上啊，就提到了华为的 ADAS 3.0 啊，他说华为的 ADAS 3.0 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以后开车啊，想撞车都难。哇，这个话讲得很狂哦，大家都记得啊，上个礼拜特斯拉自动驾驶出了纰漏啊，就是在自动驾驶的状况之下居然撞死人了啊。后来查的结果呢，是自动驾驶系统啊被黑客入侵啊。为什么入侵我也搞不清楚，我看了一些报道啊，看得似懂非懂啊。反正呢，特斯拉对外的解释是自动驾驶系统被黑客入侵了。哎，那这事情很严重啊，这个自动驾驶是你未来诉求的这个这个焦点啊，然后呢也是你这个将来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如果被黑客啊可以任意摆布的话，那特斯拉以后还有得混吗？所以啊，运用自动驾驶系统啊这非常严格。万明哥看了一下子啊，这个阿维塔搭载了 ADS 3.0 啊，虽然啊这个自动驾驶功能很强啊，据说已经超过 L3 了啊。那余承东讲了，这个 ADS 3.0 呢不会输给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 12.5 的版本啊，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开过。但是呢，长安汽车的阿维塔搭载的 ADS 3.0 呢，它只提供什么呢？它只提供泊车的服务，自动停车的服务啦。啊，就是上班呢，对不对啊？坐下来呢，对不对？车你离开以后呢，车子自动去找停车位，然后自动呢停好，然后你要这个用车的时候，它自动呢开到你身边来啊，让你带你出去啊。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疑惑啊，就是那个萝卜快跑啊，百度的已经在武汉呢 啊展开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这种业务啊。那这个会有竞争力吗？是不是技术有代差？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现在啊每个公司啊发展的人工智能啊都有不同的版本啊。你到广州啊去做那个萝卜快跑啊，哎，它虽然是讲自动驾驶出租车，但是里面有一个安全员啊，那个安全员就坐在那个司机的驾驶位上面啊。为什么呢？那个是他上一代的自动驾驶。那武汉这个呢，他可以不用安全员坐在车子里头，但是他后台有安全员啊，一个安全员呢可以呢这个操纵两部车子。那安全员呢坐在那个车子里头呢，他不负责开车，因为开车要到哪去，要用什么速度呢，对不对？安全员只在旁边看啊，他接不接客安全员也没办法决定啊。这个就是不同的自动驾驶啊，在不同的阶段之下它完善化的这种程度啊。现在呢根据国家的法令啊，你即便装了再强大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话，你用了这个系统，一旦开车上路的话，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啊，这个你即使这个车子真的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话，你也不能够啊，这个你这个驾驶的人仍然要负起啊这个整个车安全的责任，啊，所以呢这个就很不好讲了。但是呢，啊，这个华为的 ADS 啊 3.0 它有个特别，第一个呢啊，它同时采用了它的传感器啊，同时有激光雷达。有视觉系统，有毫米波雷达啊，这个就明显的在硬件上面呢超过了特斯拉啊。那同时呢，对不对哈？它的软件系统呢，对不对哈？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它有一个叫做这个 GOD 系统，还有一个叫 PDP 系统啊。GOD 系统呢就是避免黄撞的系统，那 PDP 的系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决策。啊，先期决策的这种系统，这就是一个软件嘛。啊，其实道理跟特斯拉都是一样，但是就是看谁写得好，那谁的传感器强。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 ADS 自动驾驶一定是将来的一个大势所趋啊，大家要了解 ADS 啊，这个有哪些机会的话，跟我们平台多互动，我们很多老师啊都有做相关的这种研究，可以提供大家最好的这种咨询啊。其实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